这次我来，阿姨，我想问一下您带没带卫生巾呀？我那个来了，我没带，想跟您借一下。 没有，可是我看见您这袋里有，我才跟您借的。您这……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把里边的袋子看成包装了，不好意思。阿姨，您怎么带个锅呀？ 您这锅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我刚看您上车拎着挺沉的，就挺好奇这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肉。哦，高压锅炖肉。打扰了。你也太直接了吧！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谁出门带吃的用锅装啊？不都是用保温盒吗？我们家就用锅装肉。 我上大学时，我妈经常端着一锅肉来给我们吃，这很正常。